贵的小姐，这班里没你正话。钱老师啊，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演员。他这个人啊，在了国中自在过。抓住机会啊，你不好我骂死你的。给你来不来看团长呢？你看看你自己看看。我在你爸爸的，可是你们还是摆布了他。这辈子要没见过你们家是不要理的我。他就这一个人在外面活地活地，他想回来看我们，不是你本娘吗？我一定回来本娘，就是你把丢了我还是把他赶出的。他这个人一堆个毛病，我还真他娘的服气。你们把这个人整出去，你天天想把人给弄赢了，我要当最大的舞台上，你有什么作为啊？这整也是你爸爸的心思。不要进去，你听好，我杀人的。